妈，我都说了，我不要这个床单。我觉得很好看啊。哇！你们先玩，我刚到家。儿子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哇，好香啊。妈，你做的啥？儿子，这个替你门上怎么样？别，妈，替你们房间比较好。我觉得挺好看的嘛。哎，你们到了。一分钟，兄弟。哦，好。哇，绝杀！臭小子。又打破什么了？好，谁迟到谁请吃饭哦。臭小子，睡觉又不脱鞋，赶紧收拾收拾啊！明天我们回老家拜年。知道了吗？别收拾了，看来我们回不去了。县委最新消息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国确诊病例突破10000例。都10天没打球了，我们先在家做做毕业论文吧。时间今天凌晨，1月2号，让世界体坛为之悲伤。科比·布莱恩特，美职篮的著名球星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，享年41岁。事发时呢，直升机上有9人同机，另外8人也已经全部遇难。对于科比的意外离世，很多球迷说不愿意说再见，不愿所有人妈，你怎么不敲门啊？意大利有12次。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你还吃不吃饭呀？大家再等等吧，学校这会儿还没给消息。学校决定推迟春季开学时间，初定13月中旬。这就是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了吧？我们怎么还没开学就毕业了？第一次这么想上学，想见大伙呢。嗨，我们还没拍毕业照呢，我们现在连告别都来不及。这个夏天都快到了，我们总得留下些什么吧？什么都留不下了。如果留得下呢？3、2、1，下。嘿，2020。毕业快乐。